还有个原因是他朋友喝多了，嗯，然后就是对我出言不逊，就敬我酒，然后我不喝，他就说我装清高，然后说什么我瞧不起他，瞧不上他。当时就是我没有搭理他朋友，我觉得说可能就是真是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嗯，对，结果他急了，他急眼了。那我能不急眼吗？那是我女朋友啊，嗯，别人说他我肯定不乐意，就跟人吵吵起来了。然后吧，就当时就反正还他俩还闹掰了，以后不联系了。挺好的，就至少这场酒喝的就听出一点价值来了。嗯，对，就是那个也没有把你当好朋友嘛，因为连你的女朋友都不够尊重，对不 对, 对？我觉得这倒没什么，而且他挺保护你的。那问题是每次他喝多了以后，他喝完酒，我还得开着车把他送回家。你看他是体格子，你说我要是把他弄上去，我扛不动他呀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得在楼底下陪着他醒酒啊啥的。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经常出去喝酒，也挺过分的。应酬太多能否减少？第一个要求，对吧？对。